我们迎战吧。 向燕中战略高强，良智能尽皆而坐。要行还是要战？放屁！凤凰、王玉、程叔、一翔，你们为什么愿意苟且偷生？不愿意尽力一战？是千人，受一个人唆使，对抗我夏国十万军队。 先生大获全胜，大王要赏赐先生，但希望大王现在就把全城的兵权交给格里。我早就知道你是假仁假义，不要再回来了。走开！放箭！ 用佛剑离开的，就是最终的胜利者。